就没有办法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要充电就没有办法插音源线。耶嘿！不要失控，拜托。乐乐的圣诞影片好可爱，谢谢申少凯，谢谢。大家都去看了我的新影片了吗？虽然它是礼拜一更新的，有点时间了。晚安。专业那套呢？因为我手机没电了，所以我现在手机在充电中，就没有办法插麦克风。等我大概充到65%的时候，我可以换外接一下，再换一下。那我找上我线。买这个一公两母的线，我觉得超级方便的。晚安。今天公布了蛮多消息的吧，在那个粉丝专页上面。声优麦克风去哪了？我的麦克风在这，只是我现在没有电，所以没有办法使用它。我们可以先用它，然后等下没电我再接也是可以啊。孔令超好看，谢谢孙少凯。孙少凯每次都是称赞我口红很好看，谢谢。对啊，我的线，我看一下，一修。我还有一个转接头没有拿，在这 ，iPhone 的转接头。对的，大家有去看那个粉丝专页吗？刚刚公布了蛮多新消息的，如果没有看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在这边再讲一下。嗯，是 Hello， 等一下，我有点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哦，对。这样子，然后再连这个。那我只好说你人很好看，谢谢孙磊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中途这样接上去，可以吗？喂，有声音吗？垫个东西。可是我今天没有防喷网，所以它可能会有点很多声音。我今天有饼干吃耶，谁要找我去玩？阿正，阿正，阿正，为什么扎卡变成阿正的老大？那是不认可爱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星星是我乱画的，然后那个衣服是我妈妈的，我只是随便乱拿。对，就是明天晚上8点对吧？会公开那个丹丹的 MV， 看见夕阳了吗 ？MV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也很期待哟。大卡片老大，嗯，晚安。他是你的一日老大，阿正，你赌输什么东西了吗？为什么会变你一日老大？请解释。草莓酱，晚安。还蛮期待的，就是，然后还有公布，还有公布什么来着？那个记者会的周边商品，这次比较提早公布了。谢谢，谢谢预送的人气彩虹桥，谢谢，还有人气泡泡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只听他的话而已，竟然。谢谢切尔东的圣诞袜，谢谢。Hello， 安安安安。Hello， 今天是专业主播本人。我今天又有那个我的麦克风了，有吗？这个真的有用吗？现在我不知道中途连上去大家到底有没有用到。咪手手安安，他真的有在用吗？真的有收音吗？谢谢阿正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这次我们还推出了年历耶，然后这次年历上面的照片就都是，就是全部的人都有。你有没有看到封面？每个人都有照片。我觉得我这张照片有点茫茫的，感觉没收音，没有吗？太难过了。哦，因为我插错洞了，笑死。等一下，我插成耳机洞。这样嘞，
嗨，各位，装饰用麦克风，它不是装饰的，它真的可以用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应该有了吧，我刚刚用错洞了，因为它有两个母的头，然后一个是耳机，一个是麦克风，然后我刚接到耳机那边，难怪你们听不见，有声音哦，赞哦，我们又可以恢复我们的专业状态了，各位最高品质，谢谢各位 ，Jimmy 晚安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哇，今天超累的。我们今天早上八点有上课，然后，哦，谢谢阿当赢了，我来签到，谢谢，谢谢孙磊的年度选票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早八的课，然后我到学校才知道今天早八不用上课，我超级崩溃的，因为我们之前早八的时候有借用别的时间，别节课时就是没有课时间，有拿来做报告，然后那时候就。老师就说会补那个放假给我们，就那两堂本来是空的，然后结果因为上次早班用了四堂课，所以他就说那补两堂给你们，然后补在这礼拜，可是没有人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超早起来，我在五六点就爬起来，因为我去学校都会打扮一下，然后我就到学校，我就想说哇完蛋，今天一整天上下来，然后就是感觉很累，然后。我才刚到学校，怎么发现怎么没有人？然后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今天不用上早八，我就超崩溃的。谢谢阿当姨的人气彩虹桥，谢谢。别人跟我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很崩溃，我真的很崩溃，不觉得很白痴吗？就是到我才发现，就是大家怎么都不在这样子。谢谢，谢谢史蒂芬送的人气便当，谢谢史蒂芬的人气便当，呜呼，好吃便当。我已经很久没吃便当了，谢谢我进入人气最强新人王，酷，谢谢大家。病人正常发挥中，我真的就是没有朋友的困扰，就是没有人会告诉我要怎么做，也没有啦。我最近有新朋友，就是也不算新朋友，就是最近会有一群人特别来找我玩，我还蛮开心的。谢谢孙少凯送的人气彩虹桥。还有 Miso So 的人气便当，三个人气便当，谢谢。来个恒山前辈的招牌 pose， 娘娘 pose， 喵喵 pose。我去学校也差不多这么很久，然后就到我才知道不用上，而且还是早上八点课。如果是平常那种下午的课就算了，我还可以在学校躺着。Peace pose。娘娘 pose， 可是群组那么多人，你们不会觉得在那边丢讯息很尴尬吗？我还不太敢，因为我才刚认识大家，我没有那么大胆啊。我在公司也很边缘，对啊，我们都好边缘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请期待下个礼拜的影片哦，下礼拜的影片大概也是类似这种主题的。对，请大家给我踊跃的留言，谢谢大家这周几周来支持我的影片，谢谢各位。我要朝 YouTube 迈进，没有。晚上再来聊天，我快下课。好的，国树，请加油。下礼拜影片，聪明的人总是孤独的，对我也这么觉得。我爸也常这样讲，他都说，就是聪明的人都是特别孤独的，像他。我就说你只是真的没朋友吧，然后他就发现，他就觉得，他就抓到我也没朋友。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家乐福玩。没上到课的时候，稍微问一下当天上课什么事情也好。可是就是他们有时候在群组会讲很多别的事情，然后就会看不到上面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柏林影片真的好有趣，真的吗？谢谢玉，谢谢，开心，我开心看到大家觉得我影片好笑，这样我做那么久就很值得了。你知道我的影片通常都是。想到最后一秒的时候，最后一刹那才想到剧本。超级喜欢你的影片，谢谢膝盖帮的单细胞，谢谢。我的爸帅到没朋友啊，有这么好的困扰吗？我觉得他才不是这样子嘞。没朋友会遗传，对啊，好恐怖、哦。我要去看一下族谱，就是我们家历年是不是大家的葬礼都没有人来参加这样子，有点太可怜了。为什么群组只有八个人？你们班只有八个人吗？有点少。
谢谢空白没有名字的人送的圣诞袜，谢谢圣诞袜。我也是圣诞袜，我是礼物，我是大家的礼物。我现在 cosplay 礼物给大家看。你知道礼物那边我重录了很多次吗？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礼物。礼物的部分，赶快猜我，猜，好笑，我一个人在这边自嗨，一宿。礼物那段真可爱爆，谢谢孙雷。现在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更新影片，对，就是我是固定每周一都会更新一下影片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特别注意礼拜一，我会特别更新一波，然后每个礼拜的主题都不一样。志伟晚上好，不是说大家嗨起来，对啊，你们要嗨起来哦，我发影片大家都要嗨起来，哇！哦，葬礼没朋友可以是因为你活最久，那好像也是这样子。那我要当我朋友里面活最久的那个。欸，可是我其实不想要当活最久的，就是比如说像毕业旅行啊，还是那种校外教学、格宿露营，然后就是四个人一个房间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不会想要当那个最后一个睡着的，睡着。我不想当最后一个睡着的。塔瓦哥晚安，塔瓦哥晚安。我不想当最后一个睡着，所以我都会第一个马上洗澡，然后马上去睡觉，然后躺在床上睡的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当最后一个睡着的。国师给长命百岁，谢谢阿正。瑞婷晚安，瑞婷来了，我看到了，就在这，摸一下他的名字。尼克晚安，晚上好。瑞婷晚安，晚上好，晚安安。瑞婷要来陪伴我度过直播了吗？你这个小天使。瑞婷送了好忧伤，为什么好忧伤？我把你的忧伤接住了，不要忧伤。波乐爱你，不忧伤，有波乐的爱就晚安陪你一下下，好，没关系，一下下也像永远。也比永远更像永远。谢谢阿正送的喝牛奶，谢谢。我只有吃饼干，这是我爸爸从我跟他讲说，就是我爸前阵子去大阪出差，然后他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哦，买一点就是大阪那边可以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吃这样子。就他买了在台湾也买得到的东西，我真的是，他买了雷神巧克力，还有这个。这个不都是超商帮我卖的吗？我真的是很崩溃，我很崩溃。而且他还把我叫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一大早把我叫起来，然后就说来出产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想说你确定你不是刚刚从隔壁 Seven 买回来的吗？有日本味道是没错，这个真的蛮好吃的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明天会在全家找到这个。对，那个雷神有段时间真的不知道在红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大家会很流行吃雷神，那时候雷神刚开始在台湾卖，我是真的觉得雷神蛮好吃的啦。它就是有一种 Oreo 饼干在里面，然后外面就是巧克力那种感觉。因为我不喜欢吃整块的巧克力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吃。然后它后来还有出什么白雷神？怎样怎样怎样的，然后就是有很多，反正就是巧克力饼干，然后外面包巧克力，然后那时候就很流行吃雷神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小朋友都流行买雷神来吃，然后就很那时候还卖到缺货，就是很夸张那样子。然后我记得我爸那时候不知道哪里变出一盒一整盒那种雷神，然后他就规定说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可以吃一片这样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清晰，就是对于雷神这件事情，他现在可能还活在过去。所以他才会去日本的时候才会买那个雷神回来，还以为那个很稀有这样子。因为听说他那时候好几年前买到雷神的时候，是他朋友刚好去日本出差回来之后带回来的，所以他可能觉得那边只有日本才会卖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原谅他。我觉得那个超级甜啊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吃一点我就受不 了。我现在最近在断绝甜食，我发现我有点吃太甜了最近。
那他有说表现好才能吃吗？他这个拿这个跟我说表现好才能吃，我真的是人生好苦哦。表现好才能吃这个，才能吃一点点饼干。没有，他还要买别的啦。可是就是买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不对，感冒了。哎，国树听得出来吗？我也感冒了，我最近一直流鼻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是被传染。我觉得应该又是喊他们，就是，但我想打喷嚏，好，没 OK， 忍住了。就是因为这几天大家一起练习，然后他们就不知道哪个人又感冒，然后就是大家喝水的时候，他们说可以喝一口吗？可是我感冒，然后我又说了不可能啊，我已经感冒完，我不会再感冒这种话。然后我就拿了水杯喝，然后我就感冒了。我们的珍奶红过去，哎，对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台湾的珍珠红珍珠奶茶在那个日本红起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就是我平常其实不太爱喝珍奶，我喜欢喝珍珠加四季春，可是我不太喝奶茶。不乐病毒妖兽，我每次都很喜欢作死。虽然我感冒，瑞婷也感冒了吗？那赶快你来找我，把你的感冒吸回去，都病毒都给我吧。对啊，你们见面会要小心点，搞不好我们大概一人一个喷嚏，你们全场就是全部带回去那个纪念品。就是我们不是这次嘛，就是见面会有福利嘛，然后就是我们有个隐藏福利，就是大家的流感病毒。妖兽，那时候去日本就有雷神卖到缺货，那时候真的雷神真的火得很夸张，可是现在有点过气，现在雷神有点小小的过气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。你还知道病毒都给你，都要小心点，这种福利千年一遇啊。欸，搞不好你们感冒来这边，然后被我们传染就好了，因为负负得正，懂吗？感冒撞感冒，然后就变成解药这样子。戴胡子预防感冒，我已经感冒，所以有抗体不怕。不要这个福利，那我要这个萝莉可以吗？好笑。我们刚刚讲到哪？感冒。不是在讲梗，大家笑，对，大家笑，听不到。不够大声，笑死！交叉感染，我知道更严重，真的假的？我那时候我真的常常，我最近的越来越常感冒，可是都不是大严重的感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小的那种，可以活着，可以活着走出门那种。我上次得那种没有办法活着走出门那种，大概是应该是很年初的事情了，应该是过年，今年过年的事情。我已经很久没，你知道那种不能。活着出门感冒就是那种已经发烧到快40度，然后躺在床上完全无法动弹的那种感冒。那种感冒就真的很不舒服，我就不喜欢。可是小感冒我还可以，我还 hold 得住，就是会觉得晕晕的这样子。按错罐头部分，我没看到，来我看一下，是 hello， 笑死，没关系，那个罐头就是按给大家用的、啊，放给大家用的。谢谢叔叔的叔叔的人气卡小，差点传染给你们。谢谢小丽有以神推茄子的大亲友，我要讲大亲友，亲友送的人气卡小。大家 hello 起来，是在 hello， 大家是在 hello， 送你们是在 hello 表情，是在 hello。我今天在学校的抽屉捡到那个奇异博士的项链，欸，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奇异博士吗？就是那个他有个眼睛的项链，然后就是中间是绿色的那个，然后就是真的一整个项链在那个抽屉里面，我就捡起来，然后我就戴起来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太酷了。是阿牛哈塞哟，等我一下啊，喔。关那个麦克风，你们就听不到声音啊！这样我很方便，我可以擤鼻涕这样子。那你看到未来了吗？没有，它没有电的，所以它那个中间不会亮。哦，耳机爆炸，真的吗？哦，对不起。哦 ，sorry， 我不知道，刚耳机打死了，对不起。刚刚电波声音真的像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是 sorry， 我不知道会这样子。
很抱歉。那我不管，我不碰这个。迟到音源线没有没有，我把那个音源切掉了。关麦会有杂音啊？真的吗？刚一直都是电波声，穿脑了。对不起各位，我刚刚洗脑，我刚刚奇异博士上身，我给大家洗脑这样子。对不起各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好像把大家的耳朵虐了一波，对不起哦。你是偷练习 B-box 啊？是那个砰砰砰哧砰砰砰那个吗？噗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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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吃噗哧可吃。我要 rap。Yo yo yo， 我们可以来，我们可以来玩 rap。我还查到 rap 用配乐，我其实不会 rap， 所以不用期待，我只是要乱玩。rap 的，背景音乐。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会跟朋友在班上，放学的时候会在教室玩这个。饶舌背景音乐，嘻哈纯音乐。我很怕放那些不该放的音乐，等一下。呵呵 ，Yo yo， 各位，嘿，我没有听过 ，Yo， 嘿， hey， 还没想到词，等一下我要先想到第一句话 ，Yo yo， 嘿、hey ，来到 AKB48TP， 参加我们的第一场见面会。我、说错，不对，是第二场，第一场已经在去年就见面，嘿，呼，耶，还没想到下一句，笑死，超烂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想到？呼。我们的第三张单曲即将发行，你看见夕阳了吗？我没看见。卡词了，太尴尬了。等一下，有，请来点唱的 ，skr 我们要快，我们要顺便宣，顺便那个推广一下我们的新单曲。呵呵，耶、yeah。再来一次，看到我们的新单曲了吗？看见夕阳了吗？我没看见，可是我们21号就会见面，就在三创，嘿，没有押韵，哦，尴尬，我放弃，可以放弃吗？好累哦，这个，我没看见，因为明天才，因为后天才会看见。哦耶！就是不没有词的时候就要一直哦耶这样子，没看见真的很尴尬，因为明天才会看见啊，明天才会公布 MV， 所以明天才会看见。看见夕阳了吗？是的，看见夕阳了吗？我没看见哦，因为现在是晚上九点。哎、欸，哦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可以。大家没有词就要有，然后你们多讲几句话，然后我帮你们就是编成 rap 这样，帮我想点梗。罗瑞婷真的长得有够天使，每次看到我的心脏就要爆死哦。他突然拍子不对，我有点来不及。可是九点半了，对啊。吃饼干。我说请你到大阪买点土产，结果买了到处都买得到的饼干哦，真的很心酸。耶、yeah。我在想雷神有什么可以编的，你知道吗？哦、还没九点半吗？九点半，不要再挑我语病，我已经很努力，请你掌声鼓励。嘿，来点鼓励。嘿，
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觉得我 rap 这个部分是可以的，听 TP 的这个部分，以后即兴 rap 可以交给我，算我现在超想打喷嚏，超想打喷嚏，耶、yeah ！没有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人气泡泡，谢谢大家人气泡泡。我今天穿的就很适合 rap 啊。呜呼 ，skr skr， 我有我的 gas， 你们这些小的有吗？全部给我记住，在这里的我才是王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那么别的音乐、啊、，free rap battle 都没有人跟我 battle， 我下次找小晴跟我 battle 好。谢谢阿正的人气泡泡卡，谢谢，谢谢 Ben 的彩虹桥。换个新的 tempo， 哎、欸，超淡定都烧起来，哎、欸，喂、欸，我还在沉浸在那个 rap 的喜悦中，你知道吗？等我一下，回应大家，哦，10,000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我是，哎、，Yo， 嗨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嘿 ，Yo。我是柏林，怎么到下一句？对啊，我真的是没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千万了，千万小心。买到过期的饼干，大成功！谢谢大家尬起来。我要先想一下歌词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歌词有多难想吗？还要即兴哎、欸。Yo， 嘿、hey ，千万人气 rap 主播，我是 rap 主播，我在好意思讲吗？我那 rap 那么烂，谢谢大家的气便当，谢谢。嘿、hey ，我来自，再次，我来自 TTP 的另一家庭，走过路过看过我们，千万不要停，嘿、hey ，另一家庭。会赢，耶、yeah! ！我真的是很难，真的是很难想歌词哎、欸，这个部分。我觉得通常都要先写好再念会比较好一点，即兴想就会有一点没梗。现在我们人气飙到千万千，带你们，好，这个不行。我还要继续练习，我第一次练习 rap， 谢谢大家的人气便当，谢谢即兴正常的，就是即兴你要很有梗，你要现在很有，我觉得要有那个情绪在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词库有点不够多，国文不够好，谢谢各位，波罗嘻哈，呜呼呜呼，转起来转起来，谢谢阿正的人气泡泡，谢谢年度选票，谢谢圈皮 Nick 的年度选票，还有刚刚那个姜饼人是怎样？没有，我是也不算是第一次，可是就是想说我会自己自嗨，可是我没有想过就是。放音乐就这么有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夕阳落下，要在拍子上，就不管多尬都可以。好，可以大概想到。嘿、hey, ，我是柏林，来自另一家庭，从着台北的 TP， 从头来到这里。嘿、hey, ，我是荷兰的柏林，不是台，不是德国的柏林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是荷兰的柏林，不是德国的柏林。我天生就会赢，你放在心里，请把我放在心里。好，这个有点困难，要如何不尴尬又可以好好的唱完一首歌？我、哦、还有个那个机械音，谢谢，千万不要放弃，看着柏林，他会带你走到各地。谢谢米酒的圣诞袜，谢谢 ，skr skr，
我是整个首页人气最高是吗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哦，谢谢小雨的梦幻烟火，谢谢小雨的梦幻烟火，哎、欸，今晚也让我这么快活，耶、欸！谢谢大家让我在人气首页上最活，耶、yeah, ！大家欢迎进来，嘿、hey, 嘿、hey ，啊，不行，有点灯哎、欸，有点尴尬，有点颇尴尬的现在这状况。谢谢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柏林，我的兴趣是即兴 rap， 虽然很烂，雄图猛进，谢谢各位。第二首歌就这样结束了，换这个 violin 还是 violin 小提琴的 hip hop rap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我先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柏林，今年二十。哎、欸，这个速度有点快，但我会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想。谢谢人气便当，谢谢人气便当，你们实在大方，放在我的心上。哒哒哒哒哒，嘿，没有词，是在 hello， 全部别再啰嗦，看着我的直播，表示你也不是看着我的直播，然后后面还可以编什么？看着我的直播，全部听我说。今天你是老大，大家今天谁是老大？怕爆！这三句很可以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很努力想了这三句，是即兴想出来三句。我们继续想，会不会越来越聪明？大家好，晚安。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柏林，欢迎追踪我的直播间。呜呼！噔噔噔噔噔，嘿，蹦蹦次。我的兴趣是让大家开心，所以来追踪我，你可以免费获得开心哟。晚安，谢谢大家的同时，谢谢晚安。继续做的朋友，你们没有朋友，好像得罪太多人。谢谢杨琼人气泡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没有为什么。巨蟹座的朋友，你们没有朋友；处女座的朋友，你们也没朋友。耶、yeah, ，大家都没朋友，你们只要我就好了。没有押韵，被播的枪没朋友。你们都是巨蟹座吗？那么尴尬，我要被全体巨蟹座退追踪了，对不起哦。马上按下追踪，就会过得轻松。这好像是就是很威胁别人的一句话的感觉。我是处女座，拜拜。我也是处女座啊。我讲自己就是怕得罪太多人，对。嗯，我会怕，我很孬，对不起，我是孬种。不对，我要开始硬起来，开始我的 rap 了。Oh, AKB48 Team TP 来自台北的一个女子团体，耶、yeah, ，我们是偶像，在台北市进行我们的偶像活动，你有看见吗 ？Oh, 第三章，他要没了。所以 Hello， 我刚刚那么顺。第三张单曲，看见夕阳了吗？我没看见，因为现在晚上九点半。这个好废哦。是在 Hello。你知道你粉丝巨蟹座很多，好，那我下次不得罪巨蟹座了。我现在指导国师就是要做题做票这个部分，要达美乐的部分。那我下次就尽量把那个巨蟹座讲的完美一点，完美人生这样子。让大家都会喜欢我。计划通，那我离开好，不行，巨蟹座各位请留下来。巨蟹座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留下来，留下脚步。需要注意什么？明天啊，不要太滴滴叫。对啊，巨蟹座各位不要再滴滴。你们眼里只有柏林，别再看隔壁，别再看那里，请你们看着这里，就看着柏林，耶、yeah! ！呼，滴滴倒大霉，耶、yeah! ！滴滴肃清，呼呼，看瑞婷可以接受一下，滴滴倒大霉，
我是想到那个飞哥小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凯蒂斯，那个倒大霉。楼下滴滴看着这里，到底谁会留言？我不敢相信哦 ，Ben， 素清这样。Yeah，Oh yeah，Come on。嘿、hey, ，还没想到下一句，所以就只能一直嘿嘿嘿。我要看荔枝采撷，现在什么部分？文件也太嗨，我今天就是靠 rap 提神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早上八点，我要来唱我今天早上的遭遇。嘿、hey, ，我要来开始诉讼早上该死的事情。One, two, three, yeah！ 早上六点，张开双眼，到达学校，发现不用上课，嘿、hey, ，是在 hello。早八不用上课，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太边缘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早上六点起来到学校，然后发现竟然不用上课？嘿，老师说因为上周有做报告，所以要补课，所以今周不用来。可是没人跟我说，因为我上周请假，因为我上周有事，所以没来学校。没有人跟我说，到底是在 hello？ 唉。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中间这个是独白吗？真的，生无可恋啊！你们有没有同学爱？到底有没有同学爱？我找不到，在那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这首歌才过一半，还慢慢来。Hey， oh yeah yeah， 然后今天还满堂，是在 hello。唯一可以睡觉的两节就这样被我睡走，演讲还差点迟到，还被老师骂，嘿，可恶！今天水逆，我都不请假。我今天本来有个演讲，在学在十点，然后我还差点迟到，因为我躺着躺着不小心睡死，然后起来说，没有人叫我起床，我就赶快去学校，赶快去那个下一间教室那个上课。没有，那不是睡觉课，就是它是一个，它是。早上八点的课，然后因为上个礼拜上前几个礼拜做报告，然后用掉了别的课的时间，所以老师在那两节课补了假给我们。然后没有人跟我讲说，应该是我没看到，就是下周不用，这周不用上早八。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去了我才发现不用上课，到底，嘿，还可以再多悲剧。佛心老师。对啊，然后我就想说随便找一间地方睡死好了，然后睡死没人叫起来，然后要演讲了，赶快去，然后去了他们才说啊，柏林你怎么迟到了？对不起，而且我有来，老师还觉得我，老师还以为我没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多边缘，因为我们班很多人，然后我没有来，就是他老师以为我没有来。可是我来，然后他结束说：“柏林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就说：“我有来啊！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一直都在那边呢。”然后老师说：“哦，可能我没有看见。”我很难过。这是什么水逆人生啊？是在 Hello， 我不懂，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这世界还可以再多残酷？我没有放在心上，我一直都在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一直都在，真的。我说，哈，老师，我一直都在。老师视而不见，我觉得是我太矮，一定是我太矮，所以老师没有看到我。我们休息一下，换一下音乐。我们在 hip hop 下去，要找一些比较 good 一点的音乐。电音歌曲混音是什么？来放一下。嘿。哈，我这不说停哎，哦不行，还骂脏话，关掉好了。健身房音乐，完全不会听健身房，谁上健身房会查健身房音乐？对，我们进广告一下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。这么多妹妹钱也是要还的，什么啦？我一直会在啊，谢没有前几次错过直播，那你还好意思在这边讲？看到抓。主播晚上好，你好，红又星晚上好。我今天主播今天有点就是鼻塞，因为有点感冒，被朋友传染感冒，所以今天会有点鼻音很重。健身房感觉很多饶舌音乐，我们那边健身房不会，我们那边健身房都会放些很神奇的音乐。然后之前林杰星还是谁打给我，哦瑞婷啊，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翻译东西，然后他就
他就说你们那个健身房的音乐是怎么回事，然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，就还是有朋友蛮羡慕。你说瑞婷的部分嘛，瑞婷是我的挚友，他不是朋友可以比拟的。不过我觉得你这张好漂亮，那一张。你说 Nisno 现在用那张吗？这张。谢谢小雨的人气便当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，谢谢 Steven 人气小卡，你们为什么那么多人气卡？对，我前几天有 po 那个，就是我的给大家想好了，2019年最后的桌布，大家有换上吗？有直接换上吗？详情请见我的官方 IG 账号，请搜寻柏林或者是打 REI， 这边有我的账号的部分 ，REI 底线0913在底线 AKB48TP， 圣诞树，为什么那个树？谢谢蔡亚马萱萱圣诞袜，谢谢小雨的人气彩虹桥。晚上好，你很好。晚上好。不，有看到吗？换太正，谢谢谢谢尼克，耶，太开心了。抓着树树摇就会掉礼物，对啊，赶快圣诞树，圣诞树给大家礼物吧。噗。哇，什么就是唱个饶舌，就感觉过了半世纪的感觉。叔叔掉宝，好可爱，好像那个什么打怪一样。放些抒情音乐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大家再要再站的话，再站。我现在没带水，我真的是失策。我上天使尾巴那张，天使尾巴那张也很可爱吧？天使的尾巴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天使的尾巴，有天使的尾巴，有尾巴的天使的尾巴，不然之前是天使，然后其实这次是天使的尾巴。打国术会掉，会喷妆，可能会喷那个胡子，然后再给捡起来当那个道具服装这样子。对啊，季国术，你的桌布是什么？天使尾巴，秘密，可恶。不想喝什么？不想喝水，不想喝四季春，我想喝四季春加珍珠。现在立刻马上，现在立刻马上喝空气。佳丽晚安，志伟哥晚安，你好，我想呵护你。OK， 要错过，立即错过千万主播了。我们刚刚 rap 突然变出一个 rap 主播在我们现场，我刚刚请来特别嘉宾 rap 主播，他现在休息。现在换正常的主播出来，你的 carry 型好朋友上线，对，我的 carry 型好朋友已经上线，开心。等下如果不知道干嘛就在，谢谢小雨人气便当，谢谢谢谢人气 Ninki 便当，我便当，我现在随便把所有东西编成日文。瑞婷之前，我讲过嘛，瑞婷之前在我之前跟瑞婷在那个我在健身房的时候。然后那个时候啊，瑞婷婷就是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她也听到我的健身房音乐很难听，因为我健身房音乐就是放一些很神奇的音乐，不是我放的。然后她就跟我讨论一下那个音乐，带我按到好，然后谢谢小雨的人气彩虹桥。然后那时候因为瑞婷他们学校好像有什么教外国学生嘛，日本学生来他们学校就是参访之类的。然后就是有，就是他有跟一些学生合照这样，然后就要去跟那些学生就是要照片类似这样，然后请我帮他翻译。谢谢草莓酱的 love， 谢谢 love， 谢谢苏柚的追踪，谢谢。晚安，我每天的没有每天啦，每一周的礼拜二比较固定，可是这周因为有事情，所以改成今天礼拜四。我每一个礼拜的平日跟假日，平日通常都是礼拜二，假日是六日不一定，可是都是晚上九点开播。晚安，耶、yeah, ，大家晚安。然后我们的见面会21号准时上线，各位票都买好了吗？
很期待在见面会看到大家哦。我突然，虽然我现在的声音听起来还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，可是我人就是这样子，我的极限就是这样子，我的 high tension 就是这样子。晚安，欢迎因完美所以找寻你的不完美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不然我们明年见哦。你是否参加明年的活？你是否不来见面会吗？不来吗？真的不来吗？真的不来吗？哇啊！还有那个圣诞节的圣血针，圣诞节的圣血针只预购到26号，12月26号。我们的圣血针这次的圣血针的衣服是二单的衣服 ，TTP Festival 的衣服。对，这套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上选拔第一次穿的制服，这是我上二单选拔后第一次穿的制服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套衣服。它应该也是。近期的深写真应该这套制服应该也是最后一次看到，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他出现在深写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确定。第一次这个深写出现是在，就是这套衣服出现在深写，应该是二单的那个 CD 里面封的那个深写吧。可是现在是官方深写，官方深写是第一次出现这套制服。现在深写买了很好，要记得指定柏林哦。对，就是当你们订。你们订的时候要记得写指定柏林，指定柏林的声写，这样才是订购成功。对，我要开始乱讲，没有指定柏林都不行。大橘晚安，圣诞快乐！要记得哦，波勒重要的一套二单制服，大家一定要去准时订购我们的圣诞节声写，记得要写我要指定柏林，我都要指定波勒了，很好，谢谢纪国叔叔。波乐瓜听好啊，辛苦了，佳丽辛苦了。哇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西西说处女座的幸运物品是帽子，哦，我常常戴帽子，哎，鸭舌帽可以吗？哎，为什么七七也开始占卜了？他也要来当国师了吗？幸运色是绿色，哦，我也很喜欢绿色。波乐一定会指定，谢谢全品尼克，谢谢全品尼克。前嘻哈国师，明天水瓶座什么事情要注意？明天会水逆哦，要小心吃饭，不要咬到舌头，因为我今天吃东西咬到舌头很痛。我今天一个人在学餐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是官方的哦，他是念官方的，他是会念网络上的星座运势哦，真的吗？可是。网络上的准吗？有我的准吗？我觉得我的比较准欸。小心水逆，一起身为一个处女座是吗？是吗？真的这么可怜吗？我是一起身为一个处女座吗？如此的，我女朋友送了我绿色帽子，绿色帽子是什么神奇的帽子？各位明天吃东西小心不要咬到舌头哦。我今天咬的是差点在学餐叫出来。柏林不知道绿帽吗？哦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绿帽，你被戴绿帽，应该是比你的准了。哪有我的比较准？韩寒那个是意外，韩寒那是个人因素，对他可能根本就不是双鱼座，他乱讲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没有拍那个他穿袜子的那个证明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呢，就先不接受，不纳入在我们的七天鉴赏期里面。其实说过蛮多次柏林很好笑，知道吗？你没有听过从成员那边听过来的我吗？我一直很好奇，因为正常来说，普通人不会去问别人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觉得我怎样之类的吧？”如果有成员提过我的话，要告诉我吗？其实说要找我占卜，那万一我真的没占好，真的是对不起世界。队长说你怪怪的，这种就我要听那个有没有称赞的，嗯。不然要听称赞，韩寒投诉，好、啊，都是这种。我的成员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心累。对啊，他没有反穿袜子照片，所以不能客诉，他没有办法客诉。
我们就是黑心商业。肉肉在直播说越来越喜欢我，真的吗？我最近很喜欢肉肉，因为我们最近都会一起出去玩。我最近跟肉肉还有面面跟佳丽，我们四个最近很常一起聊天。好的，那国树到时候要记得跟我讲，我想好奇，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好奇，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好奇哦，不要让他们知道，你们就当我的小内鬼，就进去去听，然后听到就偷偷告诉我这样子，不要让他们知道我说我要听。对，说我很低调之类，我整个问号。你说他说你很低调吗？国树有很低调吗？内鬼这样当，内鬼就是要不要发现这样子。看你们如果表现好的话，未来你们就可以以这个当职业，时薪大概140这样子。而现在时薪是不是改成150了？对啊，国师上说水瓶座出门会下雨，就下雨，对吧？我要学熊妹子这样出。一样出卖队友，不行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好像150，都要现在150，对不对？好怀念哦！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是120，哎，我最一开始最早开始打工那时候还是120，还是130，忘记了。看一下。柏林自己配瑞博 CP 还是利博？日博跟勒博的部分嘛，95元，95元好少啊！那个时候，我前阵子才被熊妹发了那个吹头卡。我想说，我够低调吗？明年时薪158哦，真的吗？现在越来越好嘞，希望可以赶快跟日本一样高。我要怎么跟你说超喜欢你？现在马上告诉我，不是全都要吗？对啊，我全都要，不是要贯彻全都要精神，我全都要。哦，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，咻蹦咻蹦，蹦蹦蹦蹦蹦蹦。你们知道这首歌吗？好，应该有人不知道，有人知道。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，谢谢，谢谢，耶，曝光，谢谢。跟栗子说，梅丽博只有栗彩杰。我很喜欢看栗子跟彩杰的互动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是真的姐妹，所以就是真姐妹的感觉，很厉害。蹦蹦蹦！我以前我表姐以前很喜欢这首歌，她都一直放给我听。韩寒可可爱爱，栗子也可可爱爱啊。波乐也可可爱爱，大家都可可爱爱。谢谢 Loli 的人气便当。I like boom boom boom， 咖喱咖喱。以前石原跟诗雅姐妹互控，有傲娇，对我很喜欢他们这样，就是他们像上次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不是他们两个就是很热闹嘛。就是这种感觉，我都很喜欢的，因为我跟我弟不会这样，因为我毕竟就是男生女生嘛，就是聊天没有感觉，没有办法像姐妹感情这么好。就你看，就是姐妹长大以后还可以睡在一起，就是姐弟长大怎么睡在一起？就是很尴尬，因为我弟太大只，所以就现在没有办法跟他睡在一起，而且他太吵，他们会打呼。林杰也很可爱啊，柏林很可爱啊，林杰也很可爱，林杰超可爱，林杰是很美。不是说我打给熊妹了，这个企划已经被熊妹硬生生自己砍断了。我们的音乐突然变小声，换歌。上次妹妹说跟伯乐唱红莲花，唱到十四妹说，对，就是我们上次在玩，然后我们在唱红莲花，因为只有我跟妹妹看过，所以我们两个会唱，然后栗子就不会唱，然后栗子就一副就是吼、哦、你们都这样，只有我不会唱这样子，然后他就看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唱到十四妹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往前冲，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，因为十四妹的日文的意思就是向前走，就是前进这样子，然后他就突然在那一句往前冲，我就说你听得懂歌词吗？他就说。什么什么什么？然后我跟面面就狂笑。
僕を連れて進め。然后栗子就突然往前跑，有没有那么刚好的事情？他真的在拍 MV， 他真的炭治郎、励志郎，太励志了。我们的真女主，励志郎，栗子郎，对啊，还有那个迷豆子、栗豆子、励志郎，对，我们的真主角出来了。那我要当柏林，我是林豆子。搏豆子，我不要搏豆子，好难听哦。为什么明明林豆子听起来比较可爱一点，为什么要搏豆子？搏豆子很鏘，是名字，只是一贯性爆冲。我是林豆子，搏豆子到底是什么问题？给 QQ 吧 ，QQ 比较适合善意。那谁当善意？博弈。博弈很像某个人的名字，博之助。哦，对，我是博之助，我是嘴平博之助。然后我就戴那个熊的头套，然后这样子，就那个一之助不是戴那个山猪头套嘛？那我戴熊的头套，然后跑去玩这样子。晚安，小兔毛巾和阿基拉晚安。不要说迷豆子，我想到九妹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梗吗？还好我还没有到很推迷豆子，你们可以告诉我。雄图猛进，柔柔晚安，瑞婷可以当谁啊？那瑞婷就当迷豆子啊，瑞豆子，婷豆子，雄图猛进，瑞豆子，瑞婷就是瑞婷就好。这是怎么突然来一句很认真的话？瑞婷只要是瑞婷就好，好，这句话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瑞豆子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没有，应该是韩寒吧？大家，因为炭治郎的妹妹啊，那栗治郎的妹妹就是韩寒啊，韩豆子，这个名字好好笑，韩寒，韩豆子，还是叫踩豆子，踩豆子，踩豆子这样，就是用脚踩豆子这样，踩豆子。韩豆子韩豆子，好的，就是栗志昂跟韩豆子，韩豆子，瑞婷无需装饰，对，我跟瑞婷就当踩豆子，我真的很好笑。还有什么五个主角不是吗？他有五个主角，还有香奈乎，谁最香就当香奈乎啊，香瑞婷。面面就当那个、啊、善意，因为面面很吵，就跟那个善意一样，善意也很吵，所以就是面面可以当善意，面意。你觉得谁最香？当然是大家都很香啊。还有什么？那我当一之助，因为我最容易爆炸。香奈乎，他是香菜乎吧？香菜乎。那小迪呢？小迪可以当那个、啊、蝴蝶人的姐姐，就很美这样子。香奈会，香迪会，崩坏的迷豆子，真的吗？晚点去查。香奈会变香菜乎，还有那个玄米哦，炼柱谁是啊？麻油，麻油当炼柱。不要讲，不要讲。那我要当什么？我当那个阿弥陀佛那个。它里面《鬼灭》里面有个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，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南无。我当那个好了，就是很国师的感觉。南无。我当眼柱，南无。就是要一直哭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南无。我们还有那个啊虫柱啊，我也可以当虫柱，因为我敢抓虫。我现在是抓虫，我现在抓蜥蜴给你看，我现在抓那个，我去我家附近楼下抓蜥蜴给你看。然后我抓了以后，
我抓了以后，因为我买那个，我朋友送我那个，就是虫蛀的羽枝，我就当虫蛀，虫蛀还有什么吗？还有霞蛀，霞蛀是小正太，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当。雨露色怎么想？那我觉得雨露可以当霞柱、欸、如果霞柱是女生的话，感觉跟雨露的感觉还蛮像的，就是有点空空的这样，空灵的感觉，或者是虫柱，感觉也蛮适合雨露，就很温柔这样子。晚上好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有九柱、欸、可以慢慢的。马友，马友不是练柱吗？还有那个，还有什么柱？雨露恋柱，岩柱大哥嘞，不行，岩柱大哥应该没有人可以比你，不行，岩柱大哥有点太难讲，不要跟马说，不要，岩柱大哥，我是很喜欢岩柱、欸，然后他竟然，对我觉得我明年电影版应该会需要带很多的 tissue， 岩柱大哥就绝哥，为什么？嗯，他们的零一呢？零一可以当那个，你知道那个吗？就是蝴蝶忍的那个，他们那个房子里面不是有三个小女孩吗？就是三个颜色，粉红色、蓝色跟绿色三个妹妹，然后就是他们会帮忙大家拉筋这样，就是他可以当其中一个，就很可爱这样子。他跟刘晓晴，然后还有 Mina 可以去当一下。我会说是好像很适合，对啊，就是对我现在唯一能想到适合他们的角色，暂时是这个龙套啊，哎，没有，他们的戏份也很重的，好不好？他们的戏份，人家还有名字哎，不然你们觉得他们可以当哪一个？喂药那应该是瑞婷吧？你说那个绑两个蝴蝶，哎，我觉得蛮适合的，就是那个蓝色那个 ROE 小葵哦，神奇葵是不是那个小葵？那个小葵感觉就很适合瑞婷，封住有点难的，谁全身都是疤？我们现在抓谁全身都是疤，然后要很容易爆气这样子。小葵很可爱、喔，小葵不是跑龙套，我觉得小葵应该有故事，只是官方还没有写。哎、欸，那我是柏之柱。拿葫芦给探长是解心，我是解心。水珠要给谁？水珠、喔，水珠可以让我当吗？因为我是边缘人，那我还是去当水珠好了，因为我很边缘，我才没有被讨厌。你们看我这今天去演讲没有被老师发现的这个边缘度，那我去当义勇好了。因为水珠在那个动漫里面就是一个边缘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什么朋友。那我还是当水柱好了，发现我不适合当一只柱，完了，我才没有被讨厌呢。这到底是什么人生？我真的是零存在感。哎，我必须要澄清一下，那个，对，关于圣诞节那个，我才没被边缘。可恶！我才没被边缘爬，我爬到那个演讲台之后，真的就是我才没有被边缘嘞，这样子。闪电雷伊晚安。圣诞节怎么？我们要找大家圣诞节来约我的，详情请见下一集。我们要到下一集才可以探讨这个主题。大家圣诞节要怎么过啊？圣诞节要怎么过？各位，先问去年，去年怎么过的？我去年在家里睡了一天。因为大家都在上班上课，好，上班好心酸的两个字哦。去年大家的圣诞节都在干嘛呢？上班啊，去 Costco 买鸡吃。那我今年也这样子过好了，来买个鸡。我在想我今年那个红白要怎么过。我今年要待在家里看红白，可是我想要找个成员来家里陪我一起跨年，就很方便。就是其实，在认识那么多成员之前，就是我是个彻底的边缘人。现在认识了成员之后，我就是有了成员的边缘人。
而且最近柏林在成员之间的人气逐渐攀升中，没关系，就算我在，就算我不是人气最高的，可是我在团内人气是最高的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团外人气不一定最高，可是团内人气要最高。今年也跟队友过，当然我去年也是跟队友过。我去年跟那个小青、法法还有杰星，还有 staff 姐姐。在我心中是第一名哦，记住这句了，千万一辈子不准改哦。很好的想法，对啊，我在团外没有办法第一名，可是我在团内要当第一名，最浪的才没有，是最博爱的，我是最博爱、最受大家喜爱的成员，我的专长就是被大家喜欢，我要当团内第一名，博爱。我其实没有那个，瑞婷已经除了你不行，最博爱，我是最博爱的柏林，可以分点爱给你们，分给你们。我心里的房间有很多，大家可以慢慢选，慢慢挑，慢慢挑位置，来看哪个位置风水好。其实我可能建议一下，巨蟹座朋友们要住左边一点，住左边一点，那比较靠近左心房这个部分。柏林没有被推出群组，当然没有啊。我们今天还特别聊了一整天的，我等一下下播应该会去跟瑞婷打个电话。No boring, no life. No boring, no 边缘。对啊，心理开饭店还要 checking， 当然还要 checking 啊，还要每个写好号码这样子。大家都欢迎入住哦，我的广大心胸，不管发生什么挫折，我都不会低头。我已经把心给林姐了，可以分一点给柏林啊。就被丽同学占先，丽同学可能占了好几间这样子。有柏林，有柏林不 boring。12月21号的狮子座，12月21号狮子座需要注意什么？我想想，那喊扣要第一件事，喊扣要大于所有其他熊毛们。对我们狮子座朋友，喊扣要特别大声。反正明天隔一天是隔一天也是假日嘛，隔一天是礼拜天，就不怕没有声音。心在羽喵，马有羽情，不行，心要在柏林，怎么没有柏林？怎么没有柏林？听渣，就组个听渣，支配人家还是渣卡，就看到渣卡上台讲说我是听渣的支配人渣卡。不过心理饭店有温泉嘛，还有按摩浴缸嘞。所以说不用喊爱情，也要喊，不行，那我要讲全部都要喊，全部都要喊，喊扣是一定要的，我要提到最大声。你们队友，你们前几天不是抽位置吗？你们会抽到哪里了？我来调查一下，大家大概在哪里？虽然我对三创的位置怎么排到上面很清楚，可是应该跟去年一样，我们去年一单的记者发表会也是在三创。啊，叔叔的命运有点悲惨哎，今年没有办法被误认为是那个外国粉丝啊。他会不会说心里原来在这里？中后，好，我会尽量找你们的，记得带我的应援扇，这样就可以更好找到你们。我的应援扇，不要误认我，大家今天有新的，就是可能会有。应该不会有人是第一次看到国术吧？国术都太久要换了。安定的在后面，阿 Kira 每次都是在后面吗？你要叫那个国术分一点那个，分一点好运给你。我的座位在门外，哭哭。叔叔感觉坐哪都很好认吧，是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那时候第一次认到叔叔是在第一排，他那时候坐第一排，第一排我的面对第一排左边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小萌新没看过国术，没关系，你一到就会看到，就会知道了。打死都不会说爱韩寒，打死都不能说不爱柏林啊，要赶快，打死都不能说不爱柏林，对，打死都不能说不爱柏林。
嗨哟，回来了，佳丽回来了，吃饱了没，佳丽？没看过阵营，没看过国术吗？赶快来，这次来活动一定要认清波，跟国术当朋友。国术，你缺朋友吗？感觉不缺。十抽应该还 OK 吗？一抽是多少人啊？这四位的几个，我自己其实也都不是很清楚。艾柏林这句话在采撷跟栗子前面说，Kiki，自己缺朋友吗？那你们要来当我朋友吗？我看过国术，怎么变炫耀大会？好像国术是什么名人一样。我有见过国术哦，这样子。谢谢家里的枫叶，你先关心你自己吧。可恶，我们不是你朋友吗？就是没有，大家是我，你们是我的婆，你们都是我老婆，全部都是我婆，都我婆。什么发言很狂？我看一下，我不缺，这边谁不认识我？哇，很那个，很嚣张哎。好好，我以后如果当粉丝也要就是留胡子，如果我有办法的话。对啊，国术要开一列握手会，就国术握手会卖太好。我嘞，丽丽是大婆，任命胡子标志就是国术喽。我不认识的成员都可以先认识我了，这是我是国术的。大学同系学长，真的与有荣焉。嘉 婉说我很好认，我觉得 Nisino 也蛮好认的，没错。因为 Nisino 上次握手会的时候，我穿那个阿尔敏披风。阿尔敏披风，八嘎！我卫生纸没有了，是在 Hello。我最近感冒很严重，大家有感冒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欢迎21号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，流感大会。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流感见面会。啊，为什么你醒都不会来？为什么？太难过了。期待再见到我的地狱梗朋友。我的卫生纸去哪了？吃一下伯乐爸爸从大阪带回来的土产，一包在台湾有卖饼干。粉丝握手会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去一下好了。好吃。我要去国外避一下风头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吗？怎么讲的那么恐怖？你好，林小六，晚安。他每次出国都买一些台湾有的东西回来，然后我妈都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也是。户口手型是这样。户口走心，鞋较低，因为我是助理教练，什么的助理教练呀，谢谢追踪，谢谢，柏林本人超可爱的，谢谢你行哦，真的不来三单的那个吗？真的不来握手会吗？来见柏林嘛？谢谢吴的追踪，谢谢。晚安，我剩13趴，我等下大概最后15分钟可能不能接这个讲话。哎，你们耳机小心点啊，我等下要拔那个线了。请小心耳朵，我要来拔线了。小心戴耳机的都先把耳机拿掉哦。我要拔线了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声音。请，我现在已经公布了，所以大家请拔掉耳机。小心，我要拔喽。三二一，哎，拔掉了，有声音吗？挂充电，不然我的手机即将挂掉。
对，耳机吹耳朵，赶快进房间，赶快找掩护，没声音，哦，没有声音，好吧，让我们有点虚惊一场，各位，总比像刚刚一样还好，那就好，好，大家耳朵小心一点，没刚刚那么吵，刚刚那个真的是，因为我没戴耳机，好吧，晚安。我现在还没有剪标签，我真的是很厉害。他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什么损伤，有预告反而没声音，这样害我很尴尬。应该要大声一点的，刚刚咪咪的声音才要小心。对，他那时候来我家直播真的超大声的，刚那个是真的是 B-box， 噗噗噗噗，又要再来一次吗？Rap。Rap 起来，出国留学一阵子不是我走哇！你是能去哪里出国留学啊？太酷了！2017嘻哈音乐，音乐，我鼻音很重，会把音乐讲成一月。不行，他已经自己在 rap 了，这种音乐不行用。我希望没有人，就是纯音乐这样子。rap 即兴音乐，就是你了。我不要再那种小提琴的，我真的受不了小提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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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h yeah！ 这个拍子感觉很难抓哦，各位。菲律宾留学，你觉得为什么没看我难过？难过，当然。Yo yo hey， 怎么有点难？这个有点难，让我抓不到。我要下一个，我想要那种 tempo 强一点的。怎么没有那种嗨一点的音乐啊？太优，还是就是回归原本那一首就好。晚安，对，就是这首，播的比较有 feel。然后大家来帮我想想。帮我想个词，然后我可以唱出来。你们帮我想一句有押韵的，帮我想几句有押韵的词，我可以唱出来。Pretty night， 嘿哈，哈哈，尴尬。我不能放这个假麦了吧？它已经没有用了。没有来到三单地球啊，在还没开始。好，再一次。要等他进入那个热闹的那一段，才可以开始唱。嘿，没有的东西退下。嘿 ，OK， 这句可以，这句可以。Yo， 天灵灵，地灵灵 ，Yo， 我就是柏林，有了我就不 boring， 还不管，还好，这可以再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还不赶快来这里！好，再一次 ，Yo， 嘿、hey ，天灵灵，地灵灵 ，Yo， 我就是柏林，有了我就不 boring， 还不赶快来这里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拥有我就不 boring， 我就是柏林，嘿、hey ，耶、yeah ！Yo, yo, boring, 不 boring. Let's party, let's party. I'm calling. 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要再顺一下，要再顺一下我们的稿。天灵灵，地灵灵。他要失去那个好玩片段。Yo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有我就是柏林，有了我就不 boring， 还不快来这里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有柏林不 boring， let's party， I'm calling， yeah。
耶！哦耶！谢谢各位。不是很强，笑死！我真的有天分。刚刚就是这样切换人气，谢谢大家。呼呼！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 all night long。来宾掌声鼓励，那个伴唱机，卡拉 OK 伴唱机，来宾掌声鼓励。刚刚我们还可以再想一些新的。欢迎追踪伯乐的主播，不是伯乐主播，欢迎追踪我的 IG。我可以去参加那个 Team TP 有嘻哈，然后参赛者可能只有我，所以我就第一名。今天奏请超等，美好音乐尽在某某公司这样子。对拍子是一种艺术，各位。早上六点，嘿，睁开双眼，发现已经很晚上。不行，这个没有押韵。TDP 有嘻哈，对拍子的技巧有时间也可以知道，像妹妹嘛有点猛哦，就是对拍的真的是有点辛苦，你知道吗？要加油。我觉得妹妹还 OK 啦，妹妹在 skr skr 这个部分上是非常的有天分的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没有听过。下次看一下各位，就是对于这个有没有 swag， 唱嘻哈这个部分 swag 是非常重要的。既然音乐竟然就这样没了，这个音乐我真的很喜欢这段音乐，我要把它存起来。他太赞了，欢迎。我觉得 rap 很麻烦，因为要一边想词，然后还要押韵，然后你还要一边想。我、这个音乐可以。的成功离家里，我们每天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小爱丽。然后后面还没有，后面还没想到，后面想一下。好，我的成功离家里，我们每天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小爱丽，谁都别想拆散我们，我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嘿，呜，也把爱你，又爱你，然后什么？第一正宫还有佳丽 ，TP 男友柏林，看似很像弟弟，其实这样有什么一押韵的？看似很像弟弟，其实看似很像弟弟，其实心思细腻，其实就是弟弟，看似很像弟弟，其实就是弟弟，其实心思细腻。心思细腻，其实真心纯情。对 ，Am I a joke to you？ 大家好，没有，现在本台歌词不代表本台立场。rap 歌手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可以，我从第一句开场。这是一个超级无敌。超级无敌长的一段哦！我的正宫佳丽，我们每天在一起，谁都别想拆散我们，我们不把你放眼里，嘿！瑞婷一人第一，正宫还有佳丽 ，TP 男友柏林，看似很像弟弟，其实是真心纯情，还有心思细腻。好，下一句，我再划下一句。其实我很专情，我的心里只有力，我们就是秀爱力，耶，呜，耶，好，欢迎来到 TP 有嘻哈。
然后这时候就在台下一堆人呜，然后一直在那边打电话，这样一直兄妹电话。就是我们特别的，就是我们如果要参加 TP 有嘻哈，就是我们的六要这样比，我们的六是这样比，呜，兄妹电话，哇，这样子，到处 diss 成员哎，来宾请掌声，我觉得很赞。瑞婷哭一种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明明有唱到瑞婷，我刚刚有一首是有给瑞婷的歌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后半段公平分配。哎呦，撞到后面的东西了，感觉某莉在荧幕前笑开怀。刚好结束了这首歌，太失控了吧？我们今天的 rap 现场，有，而且我声音低低的，就很适合。哦，是 hello， 然后我们赶快用我们的 rap 压下它。有只火箭出现在我面前，给我消失不见后，全部给我滚！没有押韵，尴尬。我只有前三句有押到，对不起。发现是才艺，完了，我又可以再填一个才艺了，真的要全能了，全能偶像的部分。刚刚有只火箭飞到我的面前，劝你是消失不见，不要再让我看见哦。别人的火箭都给我不见，拜拜。还敢飞到我脸上，是 hello。这边会给出纰漏，我如果唱不好，要随机这样子，随机的 rap 这样子 ，rap 担当。大家好，我就是 rap 担当，这个称号应该没有人会跟我一样。rap 的部分。换首歌。你想想，他真的不见，对，太好了，怎么可以是国师？这有点哀伤的音乐、啊。说好买我土产，结果买饼干，还是台湾就有的饼干，我很心酸，我很心酸。要一直讲那个饼干的坏话，而且我已经快把它吃完了，我还一直讲它坏话。可是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就是了，可以改抒情的。想吃饼干，可是它来自台湾，我很心酸。想吃大阪的饼干。女儿跟蛮搞。女儿真难搞，出门什么都好，回来什么都吵。还有什么下句可以怎么编？我每次都插一句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 diss 我自己。嘿，我家女儿真难搞，出门什么都好，回来什么都吵，买了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又没词的时候就又来了，是到底是在 hello 又有火箭，我要来唱 solo， 统统给我消失咯，耶、yeah, ！给我不见，消失在我的面前。有病不吃药。在 hello， 你在 diss， 现在我在 diss 我自己。每天边缘找不到啊，哪有爸爸也边缘找不到，好不好？女儿真难搞，出门什么都说好，回来什么都说吵，买了什么都不要，真是有够难搞。每天边缘找不到，有病去吃药。28厉害，吓到了，我吓到。看你不是摆 feed， 他没有办法 feed， 他可能只能在旁边跳舞，他只能伴舞，他就是他应该不会 rap， 他应该只能伴舞。我搞不好爸爸是隐藏式的那种伴舞王之类的，然后就是可能埋藏了20年，然后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没病吃补药。rap 妇女帅爆，我在下楼就问他会不会那个 rap 好了，看一下我的 rap 到底是一款冒险。
局部的20年，就在今天，不得女友成功开发了 rap 这项技能。爸爸其实是 Amsterdam 的 number one rapper， 爸爸，你知道这是小学的时候很好笑，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然后因为 我爸爸是荷兰人，然后那时候不是有招会嘛，然后就可能招会学校是没有梗的，就是招会想不到要干嘛，然后他们就来找我们说，就来找我说，可以请你爸爸来教大家讲荷兰话吗？我就觉得说哈，为什么？就是教了又不会有人用上的，完全用不上，然后我就说哦，有人要请你来，就是教大家说荷兰话，然后我爸就哦很愿意这样的。然后他就，而且好像可以计分加分这样，然后我就决定找他一起来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带我爸爸去学校，然后那个老师问了一个，就是那时候现场在放一首英文歌，然后老师就问了一个让我至今都还在黑人问号的一个问题。他问我爸说：“这首歌是你唱的吗？”我就想说，不是，我就用了一个很神秘的脸看着老师，觉得说你是第一天看到外国人吗？我没有讲啦，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说，啊，为什么那首为什么唱英文就是我爸唱的这样子？然后我爸在那边说，哦，不是啊，他说我唱比这个更好听，我就当场就是昏倒，我说爸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很丢脸。我那时候小一，所以我也没记得我到底讲什么。他就说这是你唱的，然后我爸说没有，我唱比这个好听多。我就想说，我说爸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很丢脸。爸爸还配合演出，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上台上讲话嘛，还面对一堆学长姐，就是小学一年级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就负责讲中文，我爸负责讲英荷兰话，就我说早安，然后他就会讲话，然后我就说午安，然后就换他讲，然后晚安，然后换他讲，就是这类似这种感觉，然后就是结束以后我还要讲中文，我就很开心。我爸很喜欢跟别人乱开玩笑。我就很厉害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不熟的人乱开玩笑，我会尴尬。他可能是觉得他长得很高，所以就是不怕得罪人。反正就还蛮好笑的，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回忆。然后就是因为那一次演讲，就讲好像我在学校，我是很厉害的人，就是我小学一年级就来上来演讲给学长姐听的啦。然后那时候讲完，然后就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我是，都知道就是有一个叫柏林的人这样子。哦，他每次运动会都会来，就是我爸爸运动会都会来，他会带录影机来录影，就是我每一年的运动会他都有来录影，几乎每一年，然后就这样来录影这样，然后就有很多以前的影片在那个我家的柜子里面，就是每一年他来的时候，同学都会说，就是啊，柏林爸爸来了这样子，他们都知道那是柏林爸爸。柏林的比赛什么，我都比，学校叫我比我就比啊。就是学校不是小学应该都没有特别报名什么项目吧，他们就是我记得一到三年级会跑那个60公尺竞赛，就是每一班的一号跟每一班的一号比这样子，然后还有那个大队接力，好像是五六年级的时候跑大队接力，我都有参加，反正有什么比赛我都会参加。而且我连续三年，就是小学三年60公尺我都跑第一名，我对我的运动神经很有自信。不要问我拿到奖牌，我三年都拿金牌，它现在挂在那儿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在我的上铺那里，下次可以给大家炫耀一下，只是我要把学校名字先遮住，我不能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称霸那个小学，我称霸那个小学的三年的金牌，不能让你们知道我称霸了哪一间，我当然不好意思。收播的运动会影片 B 款，我以前很喜欢跑大队接力，就是只要有大队接力，我都很想参加。然后上了高中，大家都不想参加，因为高中的大队接力是自由报名的，不强制，所以就大家都不参加。然后我就拖着大家去参加，就大家跑超慢的，还有人跑一跑跌倒，然后他直接下场，他直接下场来找我说：“欸，我跌倒。”我说：“你要回去继续跑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哦，还要回去哦，他以为跌倒就可以结束了这样子。”我大队接力永远第一棒，我那次跑最后一棒，可是我平常都跑第三棒，就是抢跑道那个。你就知道我那一次高中跑大队接力，我高中就跑那一次大队接力，然后有够无言那一次，
我朋友很闹，他才不是我朋友嘞，他是我同学，他不是我朋友，他是一个其中一个被我抓上去跑大队接力的人。他们几个人都是跑，都是为了我跑，就是因为我很想跑，所以他们就是不得已只好出来陪我跑这样子。然后跑完，他们都给我乱跑，然后还给我跑一跑都下场，说他跌倒了，我就说继续啊。然后我就最后一个，然后我换我的时候已经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换我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很久，可是学校就是有一种运动家精神，就是要比到最后，就是就算大家都结束了，你们那一班还是要跑完。然后我是最后一棒，我想要早知道我都跑最后一棒了，我干嘛让自己那么尴尬？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跑道上面跑那一圈，这样就是全场只剩我一个人在跑步，你知道超丢脸。然后全部人都在看我，然后就一堆人在那边加，可他们很好，他们还帮我加油，他们懂我的苦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那边加油加油这样，然后我就边跑边尴尬，就是请快结束吧，这样，请赶快结束这一切痛苦的轮回吧。全场焦点，真的，身为边缘人真的是很怕这种全场关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体育班全部乱跑，你们乱跑感觉也很快吧？我超崩溃那次，反正就是大概像这样的故事。不知道现在几岁啊？我其实没有问，我很少去问他几岁。我上次问的时候应该还是四十几，还是我上次问是应该是很小的时候。我可以最近再问你们去问一次。我们乱跑第三。有没有抓波波巴起来跑？如果以后借物竞赛，然后就是要借边缘人的话，我就可以拉着他一起跑，顺便拉波波弟。没有，波波弟弟很现实冲，他很多朋友，果然是风云人物。我也想当，现在我也想当风，现在大学就别当风云人物了。我想跑第一棒或最后一棒，边缘巴快点借物竞赛，要借一个边缘人。死都不把手伸出来这样子，然后他在录影就录到他女儿的边缘人过来这样子，呛爆。对啊，他一直嫌他在台北台湾很边缘，我看他在荷兰也没有多不边缘啊，没有啦，他就朋友都同样那几个这样子，他也都呛我，他每次都呛我朋友都那几个，他不是一样。他就说啊，你朋友不就都就那几个吗？就是我看过，我都记住名字了，啊，不就是那几个这样子。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看他去荷兰的时候，然后他打电话回来，后面朋友永远都是那几个啊。所以我那次跑第三，就我想抢第一，就我就跌倒。我觉得大队接力跌倒会很可怜的，就是在全班都很想很尽全力在比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小心跌倒，真的很可怜。我没有跌倒过，可是我看过别人跌倒，然后哭的难过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害大家输了，然后这种就会觉得好可怜哦，就是没有怪你啦，不要哭这样子。那种跌倒也给我跑回来，我真的是很心很累，先抢先赢。对啊，他每次都偷抢我，他也都会偷抢我。边缘人体质，我们就是一家边缘人，我们是相互依靠，你知道吗？相依为命。好的，谢谢各位，我今天直播差不多就到这了。我要去楼下问爸爸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万年第三或第六，只有一次。我们其实大队接力啊，我们国中都没有赢过。然后我们拔河一直赢，因为我们班超胖。我们班那时候真的是超会吃东西，就是团膳。学校那便当大家都拿两，都是拿会去拿那种，就是教务处那种多出来便当，还会抬回来这样的。弟弟感觉不变，他超不变，他现在上了高中就很人际地。谢谢圣诞袜弟子同学，欸，我们那时候我也常被叫进去一起拔，好不好？我其实没有拔过河，第一年的时候，因为我的体重不符合拔河标准。然后第二年的时候，因为第一年、第二年都我们班赢，就我们班，因为我们班太重，所以我们班就一直赢。然后后来第三年就有人抗议，说要限体重，然后就限体重，我就突然被换上去。这是一个，欸，这是我们班荣誉佳绩耶。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三年的时候，我们班要三连冠，然后第三年没有赢，然后全班都在教室哭。我第一次看到大家那么团结，就是一起在教室哭这样子。就是平常大队接力输了，大家都不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哦输了就输了。可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把拔河看得很重要。然后就是拔河输了，大家都在教室哭这样子，就在哭规定不公平的。然后大家一脸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有个比赛可以狂赢了这样子。对，他们一直被抗，他们我们到第三年被人家抗议说体重就是不公平，他们我们班的人比较高大，所以会赢。
然后我们的战略就被发现了，我们每一年都狂吃学校便当，就是为了赢那一场比赛啊。对啊，他们不会自己吃多一点哦、喔？没有啦，肚子流血，小心哦、喔。我真的是看我们班一个女生跌倒，然后膝盖受伤，夸张。我们就是战队，搞不好弟弟是捡来的，所以他就很多朋友，没啦，我们不要乱讲话。好的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，我要来念排名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好，今天第十一名念一下佳丽啊，第十一名谢谢李佳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！第十名，谢谢孙磊，谢谢孙磊。第九名，谢谢水吹，谢谢水吹。第八名，谢谢阿当姨，谢谢阿当姨。第七名，谢谢空白没有名字，谢谢空白没有名字的人，谢谢。第六名，谢谢圈品尼克，谢谢圈品尼克，谢谢。第五名，谢谢罗瑞婷，瑞婷竟然在我第五名，我要截图一下。谢谢各位截图。瑞婷是我第五名的，今天谢谢瑞婷，一定是因为瑞婷那个好忧伤那个，我打算去问瑞婷怎么了。第四名谢谢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三名谢谢切尔东，谢谢切尔东，谢谢。第二名谢谢阿正，谢谢阿正，谢谢扎卡的扎卡的扎卡是他老大的阿正。第一名谢谢嘟嘟嘟嘟嘟嘟小雨，谢谢小雨。我的那个，我那个亚马逊丛林的那个神血，虽然它不叫亚马逊丛林。谢谢小雨，一直在抗议，因为十一，没办法，我还是有念十一啊，念十一，我就没有说 hello， 我爱你哦，栗子，爱你哦，么么么么，没截图太 hello， 可是他在前十名的时候我会截图啊，好，那我截图，我截图，好，截都截，等我一下 ，so 截图。耶、yeah! ！好慰问，好谢谢各位，哇！送大家 kiss 啾啾，物理版的 kiss 啾啾。晚安，我进来哦，进来吧，你让我念一下。哎呦呦，谢谢第十名李佳丽，谢谢第十名李佳丽，耶、yeah! ！笑死，我那很敷衍，哎、欸，我要截图，那我来把那截图当桌布，耶、yeah! ！看我袖子太长。大家晚安，我被栗子骑下去了，没关系，你应该很开心，栗子站在你的头上那里。大家晚安，辛苦了，去睡觉，拜拜。还有明天的课没有很早，我要睡大觉。晚安，晚安，下次再一起 rap， 晚安。